國際大棋局本身倒數埋今個禮拜諗住可以鬆一口氣，變咗時間冇咁緊迫嘅。咁點知啊，司徒文俊卿咁佢咧就今朝早於一天光 WhatsApp 我，咁佢話咧佢揾佢唔到啦，佢消失咗噶啦。你千祈叫我千祈唔好揾我，叫我千祈唔好揾佢。跟住咧就叫我咧幫佢頂到。頂多兩個禮拜，即係話頭尾咧，即係頂足一個月。咁我唔知道我嘅能力做唔做得到啊。不過盡量試下啦，因為喺我自己下個禮拜日咧，我要再去多次馬來西亞。咁係啦，因為要再去多次馬來西亞，變咗咧又好似上次咁咧，我自己啲嘢可能都做唔嚟，因為事實上咧，每日要出兩次國際大棋局啦。咁咧變成咗咧，有陣時我去馬來西亞咧，我唔係旅遊，我做嘢。咁有陣時咧，我自己嘅嘢，因為既然應承咗阿司徒文俊卿，咁咧我自己啲嘢咧就可能做少啲，甚至有一日咧我自己做一即係一啲都做唔到。咁啊，盡量啦，睇下有冇能力可以頂得住啦。因為尋日咧，我有位同名同姓嘅網友啦，佢直頭咁樣喺我直播間度話。大肥，你做國際大棋局，你自己啲片都唔出，仲要休息，你係咪仲有心做噶？你咪仲會做落去噶？咁變咗我尋日都唔識點樣答。試下啊！即係我覺得咧，應承咗人要做嘅係重要嘅。咁嚟到呢一度啦，當然係烏克蘭軍方嘅星期二十六號話。过二十四小时，一共拦截咗27枚来袭嘅俄罗斯导弹，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今次系乌克兰首次公开表示全数拦截俄方嘅匕首。啊，对唔住，我讲咗系匕首嘅高超音速导弹。如果所说系属实嘅话，反映西方提供嘅防空武器发挥到作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则回应话，乌克兰声称拦截嘅导弹数目比俄罗斯实际发射嘅多3倍，更加话乌克兰经常弄错导弹嘅类型，所以根本啊射唔中。俄罗斯国防部又话，一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一套部署乌克兰嘅美国爱国者导弹嘅防空系统。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该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确有损坏，但并非摧毁。美乌双方正商讨如何修理，即系两边都有啲讲真话，有啲讲实话。但系呢度有一个问题，事实上呢，对上一次爱国者导弹，佢能够打击到俄罗斯呢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嘅时候，已经技惊四座。今日佢话佢拦截咗7枚，佢冇话全数拦截到你嘅。咁有一枚咪六枚呢个高超音速导弹，但佢有一枚好有可能就系令到爱国者导弹有损伤呢个系统。昨日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日，无论你怎睇这个拦截系统俄乌战争，这件事已经惊醒了全世界。为什么？上次乌克兰拦截匕首导弹的时候，他是将个残骸拎出来，是确切证实了真是拦截成功，而当日的俄罗斯没有站出来说不是。今次是不是再拦截多6枚？这个到这刻，因为还未见到导弹的尸骸，不敢说。而美国和乌克兰就承认了，我们有个爱国者导弹系统遭受到少少的损坏啦，未摧毁的。咁我们执返正佢，咁就解决得到。咁呢度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匕首是什么来的？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它本身是可以承载住核弹头的。如果中共或者俄罗斯他们极自豪，不单止是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还有那些核弹啊，或者东风十七啊，可携核弹头啊，是这样的。即是说即使你有核弹，以现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防御导弹系统是可以半空中击落你，即是说你的核弹未必能够对西方国家造成极大的威胁。我们成日都讲核打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好似原子弹咁啫，一粒原子弹落喺港岛，令到港岛人民死咗70,000人。而家嘅核弹技术比当日高，事实上导弹可唔可怕？导弹其实唔可怕，导弹系定点打击，即系之前亦都讲过，话喺中国有20,000支导弹，20,000支导弹点啊？直接可以将台湾夷平，其实呢个假嘅，因为一支正常嘅导弹落地最深10米，佢嘅爆炸威力系附近嘅50米。如果你啱啱好似铺地毡咁，1、2、3、4、5、6、7、8、9、10，20,000粒导弹，唔计重复轰炸，即系射咗呢度隔篱嗰度，陆续咁样重叠波及嘅话，真真正正。不是台湾一个台北市，你都是只能够摧毁到1/3。所以导弹是我来定点打击的。譬如军事设施啦、某一类的船只啦，或者水坝啦、发电厂啦。而基本上一支半支导弹是做不到一个威胁的，起码摧毁一个核电站或者一个所谓的叫做发电厂，你没有几十支导弹基本上都摧毁不到。中共有20,000支导弹，如果只是以导弹不计人家的拦截系统能不能够拦截到的话，基本上连一个1/3的台北你都未搞得掂。这个才是真确的。今时今日，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够证实到有6枚的匕首，这些高音速导弹被摧毁被拦截的话，对于中共，对于整个北韩、伊朗、南非、委内瑞拉、敘利亞呢啲，基本上係一個驚嚇嘅一個表現，因為喺俄羅斯嚟講，匕首高超音速導彈，佢哋已經成為佢哋嘅大殺器，即係話佢哋講嘅天下無敵，你連擋都擋唔住，一定成功咁擊中你。呢個就係而家俄羅斯嘅最高技術，而中國嘅好多嘅導彈系統，甚至飛機引擎、即係轟炸機或者籤嘅战斗机都系模仿或者技术嚟自于俄罗斯嘅，即系话俄罗斯呢种技术喺西方国家系不堪一击。一证实，即使冇证实到，对于头先我所讲嘅国家，佢哋真系震过孖王，尤其白俄罗斯，点解啊？即是他们的最大靠山，他们赖以认为最犀利的武器，除核武之外，基本上在西方国家面前是一啲用处都没有。即使你携带核弹头都是不是能够去到人地国家都成问题，但是当调转来的时候，西方国家他们嚟一场歼灭战嘅时候，你根本上冇西方国家呢种嘅防御系统，你由头到尾只有挨打同埋被摧毁嘅格局。
呢样嘢唔单止系俄罗斯嚟到今日，即系话俾你听，已经冇任何办法，冇任何办法可以对抗全球41个国家嘅精良武器。败局已定，你连最后的机会都冇。你一次出尽力，乌克兰都仲未真正的大反攻，但是你已经技穷，你已经号称最厉害的武器摆晒出嚟，而作用极低。咁唔单止普京，唔单止系华格纳，跟住就到中共同北韩。之前華格納我做節目都講，佢哋嘅首領已經反咗水，係準備取代普京，甚至踢爆即係話最先進嘅蘇-34、蘇-35呢啲咁嘅戰機，全部之前嘅大災難日係由俄羅斯自己摧毀自己造成一個狀況，即係話烏克蘭而家反攻令到俄羅斯人更加團結，刺激民粹主義。華格納在這裡向普京背後插一刀，很狠的。而最重要的當然2024年俄羅斯選舉，他都有意參選挑戰普京，即是說已經軍心涣散，所謂的普京大帝已經不被俄羅斯尤其是軍頭所信任。嚟到呢一度，俄羅斯再冇勝望，咁但係震攝嘅唔係普京，震攝嘅係習近平，日日都武統台灣，跟住喺南海姿態，甚至對美軍、對日軍不斷咁樣放出強硬嘅信號。但係當俄羅斯最大殺器都已經被摧毀，是被防守到的话，那你中国你之前所讲的还有多少人怕你？你不要讲你自己继续是不是真的这么犀利，是不是真的有先，但是周边东盟国家、阿非拉国家他都说了，连普京大帝都搞不定你，中共的技术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那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挑战西方的军力？昨日是为独裁国家已经敲响了一个极大的信号，你说是丧钟都得。我之前做节目讲过，中共是靠三样东西去令到全世界臣服在習主席的底下。第一当然就是利益，我们14亿人单一的市场，你要赚钱，你要谋取这个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必然啊就要跟中国做生意。第二当然就是战狼外交，就是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經濟制裁你，我哋唔做你生意，甚至唔俾人民幣你。更重要嘅，可以喺國際上高利用佢嘅小弟，即係亞非拉國家，去維持佢嘅顏面，維持佢嘅影響力。而第三就係軍事上高，軍事上高不停咁，我哋有遼寧艦，我哋有山東號，我哋有福建艦。甚至就是我們的海巡船，各種的戰艦已經超越了美國。我們有東風17，是吧？東風20，有歼16、歼20戰機，有核動力潛艇，樣樣都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第二，有260萬的解放軍部隊。周边好像东盟国家或者南太平洋岛国或者一些非洲国家都会觉得中共是强大到无伦，
但是当这一次的影响出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再降级再降级。而更重要一点就是不是人地睇你，人地睇你就是人地，但是事实上我相信解放军已经在昨日认清楚个事实，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就是解放军的军备军务和西方国家根本上不是同一个层次，这样就要考虑的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武统台湾，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南海甚至同日本同美国可以硬撼。而另外一个当然是什么，当然就是北韩。金正恩久不久射几支导弹出来，跟着又说自己都有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有核弹头。这样如果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都可以拦截到这类的飞弹的话，即是说日本冲绳南韩无论他们的萨德系统甚或的就是这些这爱国者导弹系统全面已经在边境在各个地方已经安排好了装备好了，即是说你北朝鲜不停希望勒索西方，即是你不给点着数我，我又射粒导弹看看你怎样，开成工业园我话删就删，如果我要钱的话你们就要送过来，你们就要给过来。但是乌克兰这一次的武器展示活脱脱亦都话咗俾金正恩听，其实韩国同埋日本佢係唔怕你。咁你就明白点解当日普京不停讲，尤其绍伊古拉夫罗夫连普京都讲过。讲得最多嘅就係梅德韦杰夫。佢哋不停宣扬嘅就係核打击。即是说你有这些嘛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不停地恫吓西方，结果你看到美国佬，你看到德国佬，你看到法国佬是一些恐惧都没有，甚至做好了的防备连 B-52 都摆了在英国随时起飞，即是等于我早几日做节目讲的是一样一样，就是你讲你有核导弹，西方国家是一定有办法，因为已经是几十年了，不是几十年前，几十年的科技发展，日本美国他们一日千里，在军备上高是这样的话，你的核打击他们是不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在俄乌战争几次的所谓的核威胁，你见到西方国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加级部署。对于中国也都是，北韩也都是，北韩就说哎我们有核弹头，我们可以射到夏威夷，中国由胡锡进讲我哋而家有三百几粒，而家预计有410粒。未来去到2035年，我哋将会有1500粒核弹可以横跨整个美国24个钟头。对唔住，唔系24个钟头，4个钟头已经可以摧毁美国喺太平洋所有嘅部署，连军事基地。讲到好似唔识还拖咁，人哋。当习近平在想着雄安新区的大计的时候，昨日就已经一夜变天，就是说你们所持的最大的杀气不得，核导弹也都人家有了防备，你都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信心满满想着同人家同归于尽，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打飞机。这六粒的所谓的匕首
高超音速導彈是直接咁樣揭示咗呢啲所謂嘅獨裁國家並不可怕，而家輪到佢哋喺度震個貓王。節目做到呢度，希望對唔住啊！我喺馬來西亞翻嚟咧，到而家因為嗰陣時太忙，又要兼顧得太多嘢咧，可能體力透支得好犀利。咁咧，其實呢幾日咧，我都精神各方面都麻麻地嘅。頭先我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胃痛得好緊要，跟住你可能會聽到有啲胃氣聲啊。咁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因為咧我拍咗胃藥噶啦，但係都止唔到。我自己今晚咧，佢一人唔收聲咧，可能我都要停。但係應承咗文俊卿，點都同佢頂，咁就冇辦法，因為真係嘅。我而家都飆緊冷汗，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司徒文俊啦，因為咧佢今朝早仲講咗個身體狀況俾我聽，佢唔單止要入院檢查，仲因為啱啱去完廣州之後咧，因為而家嘅疫情反彈，佢咧係陽咗，即係話佢再第二次感染，第一次感染嘅時候令到佢幾乎得翻半條命，第二次感染我相信會輕微啲嘅，但係。都希望佢保重身體啦，咁冇辦法帶到任何嘅 view 數俾阿文俊卿啊，咁啊連守住阿文俊卿嘅基本盤都可能力不從心，咁希望你哋啦多啲支持啦，網台不易，可以嘅話 like、share、訂閱，甚至課金啊，有啲實質嘅支持俾文俊卿，亦都可以加入佢嘅 patron。咁多啲留言啦，有建設性嘅，咁希望網台做得更加好啦。節目做到呢度啦，咁俄烏局勢其實係影響咗世界嘅局勢，而家西方國家已經諗住瓜分俄羅斯嘅戰後利益，已經係啟動當中，所以咧一早佢哋已經判處咗俄羅斯。是會跌低的，咁下一個必然係到中共，呢、這個冇遮冇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又尋日所謂嘅超高音速導彈被打落嚟嘅時候，係正式開始咗噶啦，拜拜。我哋。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一味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洋牛扒。咁咧，跟住又出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雖然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咧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